乐影雅集是由郎静山、唐少雄、萧长盛、陈学文、严国华等摄影家所组成的，他们每个人展出五幅到十幅作品，大部分是风景，如自由之光、福寿农场、朝雾雕栏、农家乐等等，都能表现出这些老摄影家的功夫。这个展览将在省立博物馆展出四天，到22号结束。杨湘云是专门画林毛花卉的画家，尤其擅长画芦苇。他是从临摹跟写生入手的，他画的老鹰、松鹤、小鸟都很沉稳，芦苇有几张大幅的，从各种姿势上可以看得出他在画砚方面所下的功夫。这个展览在国军文艺活动中心展出六天，到25号结束。陈光海跟陈仲文是旅居海外的书画家，这次一块回国举行书画展览。陈光海的法书篆隶行草都很见功夫，陈仲文的画擅长山水，也还清新可看。